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，现在是下午的1:30，刚刚吃完午饭，准备去我们市里面的万达广场逛一下，听说那里有车展，我们去看一下都有些什么车的展出。走吧，出发。现在我来到万达广场1楼展厅这里了，还真的是有车展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宝马，那边是凯迪拉克，都是些豪车啊。看到这些车都很豪华的样子，不像是我们买得起啊。管他的，还是去看一下吧。我们先看看这辆宝马 X1， 在这个灯光的照耀下，这个外观真的是很好看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内饰，大家看一下，内饰也不错啊，一看就是好车，看起来比较豪华。再看看这个后排的空间，这个后排的空间也是很大呀。再看看这辆宝马 X2， X1 在路上就见得很多了，但是 X2 的话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个小朋友都要上去体验一下，他爸叫他下来让我来体验一下。这个 X1 跟 X2 好像差不多吧。再看看这辆凯迪拉克，好几十万呢，看到这个外观真的是好看。后面这辆奔驰迷你吗？还是宝马迷你哦？我也不认识，反正是那是迷你，看起来也挺好看的。反正在这个灯光的照耀下，要格外的好看一点。然后这边还有两辆摩托车，宝马的，好多人在这边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，哇，14.9万差不多15万呢、啊，摩托车都这么贵呀、啊？这里还有一辆。比刚才那样大一点，看一下这辆多少钱，也不便宜啊，14万起。现在的摩托车都这么贵了，比汽车还贵，10几万一辆。看来我连一辆摩托都买不起了，哎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那些凯迪拉克、宝马，30万起步就算了，就连摩托车都要14-15万了。我还第一次见这么贵的摩托车，朋友们，你们见过吗？欢迎评论留言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